立即行礼，请坐。来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咱只同心的吼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欸，我姓潘吼，叫潘良华。一般我拢介绍讲，我这个姓就是住伫水边的番，安尼你就较好记啊。那么今天我来讲这个农场的管理和健康。好，这目录要来讲了哈，我先来讲这个前言哈。上台前，咱来讲这个水。甲农业的关系，以前拢讲阳光、空气、水，哦，这是咱所有的动植物的三要生命的三要素，哈。但是我今仔有搁加一个土壤，土壤，哈，因为咱所有咱人所要食的、动物所要食的这物件，拢爱为土壤产生，哈，啊爱有水。还有光合作用，所以阳光、空气、水，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生命的要素啦。那么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农业，因为所有的植物都要靠水这个载体来输送养分，你如果肥料你如果没有水，这根也没有要吸收起来，所以水对咱遐重要，咱来好好甲重视吼，看要安怎来分配这个水资源。因为联合国统计，顶个月咱台湾的嘛，咱全球的人类已经超过70亿人口。那么这个人口一直咧增加，而且增加拢是伫咧较落后的国家，这个因的生产力拢较弱，所以以后其实是会可能变成一个战争的迄个导火线啊！你看即个泰国的水灾，泰国是全世界稻米上咧盛产的所在，哦，甲越南。那么即个水灾，不然讲因的农业损失，哦，因的农产品损失，伊水稻拢受损害，包括全世界底下投资的。各种的工业、电子业，吼，你看像土大、丰大，因即摆都拢规个厂拢浸了去啊。那么一寡零件生产的这个生产线的这个整个链哈断裂，所以即摆台湾的丰大嘛受了影响，哦，因为可能为后个月开始会轮休，因为无零件，然后制造这，你若一台汽车。欠几样个物件，你都做袂出来啊！吼，无都出厂啊！所以水遮重要。那么咱台湾的年降雨量一年有2150毫米，这比全球的平均值吼820毫米加2.6倍。但是咱所有联合国甲咱评断讲。咱是全世界排名第18名欠水的国家，我咧表示讲，咱对咱台湾家己的水资源无好啊分配使用，吼。那么包括讲，有可能是咱台湾因为岛上地落雨落来，伫山顶截流的这效率已经歹啊，因为呐，自日本人来。开始找山顶的树啊，但是日本因咧找伫这个四丘关，留迄个树头要留掉咧，迄个根要搁甲土壤挽掉咧。但是中国国民党政府来了，因无像日本人讲有找有种，因是干那顾找，搁挂根拢挖起来，迄粒头。大概在做什么艺术的桌子面，就抛地桌啊！哎，当然介绍真好，真好谈。
因为拢免本的嘛。因伫外围，因是外来政权来，来遮摕咱的物件，一定会无本的生意啊。哦，所以造成伫九二大地震了，把山顶的土啊震动了。啊，即马来八八风灾啦，吼、哦，你着甲咱验收啊。得为宋楚瑜做省长开始，要我毛给一块，伫山顶开拓的山顶的迄个产业道路，因为要种地、要种起啊，吼、哦，即个山顶的高山的迄个地秀啦，还是像迄个来高阶里之类的。结果，你个山路咧开，吼、哦，就等于开肠破肚，一日落大雨，遐个土石流就拢牢牢围起着啊，吼、哦。所以，自宋楚瑜做省长了，台湾才开始土石流愈来愈多，这是几个原因造成的啦吼。那么咱过去拢把杂草当作是像个敌人安尼吼，尤其是老一辈看到草啊，一定想要甲欲除之而后快吼。其实草啊，这是上天给咱真好的一个地被植物。你若山顶一个崩塌地，即马拢无树啊吼，但是自然边个草啊吼，草地会飞来，啊然后湿度，伊就发草起来，把迄个崩塌地保护起来。你拢毋免阁开钱，拢着阁特别去甲整理、去甲种物件，自然着草啊就会发到旺旺。啊，真可惜着。这三四十年来发明这个除草剂料，因这除草剂就喷了到的草啊吼，挂枝挂根拢烂了吼。这个是八八风灾吼，这个屏东的南大武山较南边遮，你来看这一条一条白白，莫拉克风灾了，这以前拢无，这拢崩塌地，好几百个崩塌地。所以伫伊个下游来伊来伊溪吼，来伊乡有一个村落叫别林吼，但是后加在因有铁渣撤离哈。那么如果你若像这个平原，这草啊和自然发，你何来吼？那以山顶来讲，山顶有大乔木，你何来先叠着大乔木，较低落来中乔木，佮低落来小乔木。他来地热，这个矮灌木，过来地被植物，过来有迄个原始森林足高的迄、那个，类似，迄、那个名称叫啥？腐殖层的，嗯。那么，有人讲类似像那泥炭土迄款的，迄足高的像海边，所以落来拢有遐树雕的。我细汉的时，山顶哪里落雨吼，差不多爱六天以后，才有水。留落来，阮屏东平原，但是即摆差不多六点钟，就落来到阮屏东平原啦。啊，以前的水留落来伫溪林的水是，敢若小可雾雾尔。即摆是落雨落啦，哦，即摆六点钟落落来，这水拢落落拢挂泥沙，哦，以前是无泥沙。啊，你看这一个山林，有一个这落大雨了。伊边啊，这个土许崩去，啊！你注意个看，这差不多要三层楼啊高，表示伊树啊根顶足深的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这就是表示讲，伊会当把山顶的泥土握住，伫大雨来时不容易，吼、哦，又侵蚀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这是以色列，因的。水资源管理哈，以色列是一个沙漠的国家，所以因足欠水的，因65%的水是要靠一个叫做加利利湖来提供因的民生用水，到包括工业用水。但是剩的35%的水要由倒来，哦，因就发明全世界上先进的海水淡化技术。以25%的水靠海水淡化技术提供，那么剩的阁无够的，应该废水回收，阁定价值，
制作大概分三级，吼，一个是做甲会当啉，一个是做甲会当一般的洗碗池，吼，这个民生用水，吼，啊，过来会当较歹生活，还佫会当做工业上的使用，吼，啊，这个因嘛是爱种物件，但是伊就发明这款滴灌的技术，吼，啊，这是一个滴灌的物件。有一个定定的所在，迄是出滴咧滴水的所在吼，传统吼。你啊看伊这张植物，伊要食偌济水，用电脑控制吼，滴在伊的根部、头部遮，别个所在就无水哦，无水就发臭吼，所以这嘛变真成功。啊，这个水内底一定搁加肥料，吼、哦，伊所需要的氮、磷、钾三要素，包括微量元素，拢会用对水来提供给伊，吼、哦。所以因的产量真好，生产的品质也足好、足高、哦。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有真侪一定互咱学习的所在，哦，是因为因2600年拢咧流浪。好不容易1948年因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家了，因足疼惜因家己这个国家，因为因知影讲失去国家保护人民吼、哦，是经常是流离失所吼、哦。那么，所以伫阿拉伯四边拢阿拉伯吼、哦，要甲求要甲打的时吼、哦，以色列因会当同仇敌忾吼。哦啊，规个以色列人、泰国的，拢坐飞机想办法转来到因以色列。那么咱回想，咱1995年，迄阵有出一本叫做《1995闰八月》，就是讲阿强要拍过来，结果台湾足侪人拢伫迄个时阵赶紧移民，移归台湾。啊，这做一个对比啦，吼。你对台湾有疼心无？对这个台湾国有尽忠无？哈、啊。那么以色列一个月前，因有一个，那是差不多四五当前，去予巴勒斯坦的人，哦，伊挖地道过边界，把迄个驻防边界一个以色列兵啊掠去，啊，他顶个月哈，以色列跟巴勒斯坦。组织了谈判，用因以色列迄个兵啊，一个交换巴勒斯坦，叫以色列掠去这个遐个俘虏啊，1000:1，啊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讲以色列因认为讲，因以色列人是足珍贵，一个人会当动你1000个阿拉伯的、回教的、这伊斯兰教的人。那么你甲看啦，国家对因的国民这么注重，就这么重视，这么保护，安尼因以色列人当然对因这个国家的忠诚度会足高的嘛，哈、啊、，OK。另外来看，咱的农业主要就是要生产粮食，那么粮食是所有的百姓生命的根源，你那粮食缺乏。以前你看中国历史，那是粮荒的时，就是战乱的时阵，甚至会把迄个朝代并掉去。所以，咱来注意这个粮食生产的安全存量。以前蒋介石统治台湾，还佫有咧讲战备粮，咱即摆已经足少听到战备粮这句话啊，对无？咱台湾目前的这个。粮食的自给率，敢那32%-34%，啊，所以对台湾来讲是足危险的。因为呐，台湾是一个海岛，万一呐，迄个阿强啊气配平台甲咱封锁的时，咱要安怎赶紧把粮食为32%提供到提供到70%？哦，这是足大的困难度，因为即摆。台湾人无迄个
敌我意识吼，迄、那个观念，无战备粮的观念，啊，介些土地拢咧烧光。啊，粮食若无够吼，遐居民会变倒的，会四界出来抢，啊，即就变成社会的问题嘛吼。OK， 好，你看，即块地原底是一个鱼窟啦，啊，因为饲鱼啊，最近风险也真高，饲了袂趁钱，啊，所以伊就把即块地吞开，伫遐拍荒几啊年。啊，那么最近拄啊。政府咧推广用迄个太阳能发电，哦，啊，即嘛该种电啊，无咧种粮食啦。啊，这是足好的田地哦，很肥沃的田地。啊，即呐后日话就只讲，咱用红色啊，讲要开始要过来种稻啊，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哈，哦。你若要过甲换要废电。这些设备啊，较要能种植啊，啊，这个原地投资遮侪钱，要安怎就已经无法度回收倒来吼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这农地烧光，发个全田啊、全草啊，佮发这个乔木、大乔木出来。啊，这你若佮继续放吼，这大乔木、这小乔木佮一直大起来，伊要变一个森林。啊，若像我讲要佮复耕，你若无请怪手吼。无栽条街，大当树啊挖起来，那就迄个足大问题啊！吼，啊，这足好个平地、个农地咧造林，啊，足讽刺个，山顶咧砌树啊，啊，平地咧造林，有没有搞错？吼，哦，啊，这个农业甲环保吼，因为咱农业。早期农药要也无遐发展的时，农药也贵，吼，哦。啊，以前迄，那个一挂病虫害也较无抗药性，所以迄阵啊药啊轻轻啊除了迄病虫害，拢差不多我都消除。那么这三四十年来，农药一直铺一直用，遐病虫害拢有抗药性，所以农药的使用量愈来愈悬。咱今平均每一个人，台湾人一年拢用掉九公斤的农药，啊，这全世界排第二名。今目前咱拄啊输中国，吼，哦，啊，这排伫盖头前无啥物好娱乐的啦，吼，哦。啊，而且你即马大家拢咧喷农药，讲个用个都已经有足个化学药剂啊。那么农药个农民拢一直加倍咧喷。甚至有时啊，伊拢即马讲贵嘛，所以伊对即个病虫害无解了解时，伊毋是用一种药啊一枪毙命，伊是用四五种药啊套套咧做一解，像咧拍散剂安尼补出去，用包的就对啦。种法都无讲通啊，讲一人一人饲啊，都一解三箱四五种拢套套做个补出去，但是安尼变成讲空气中一挂只化学荷尔蒙咧。造成咱台湾人真足侪病、足侪病，也迄个癌症拢毋知安怎发生的，吼，哦。所以病院愈开愈大间，啊，病床敢那永远不够吼，哦，因为呆呆啊吼，长庚不时急诊室就挤到甜甜多临时病床，因为病房拢满吼。啊，即摆。以前蒋介石时代，因都来，伊讲以农业立国啊，啊用农业来补助工业，啊所以把粮价拢起较低低，所以农民的收入拢是上低。但是这二三十年来，农业补贴工商业，甲即嘛工商业蓬勃发展的经营下。因也无回馈农村这个吼农业，正继续所有的农产品，我讲今朝一斤三块起啊，一粒两块，吼，足侪这款问题，吼，啊造成农村的人，伊的这个收入低，伊敢若顾食饭就袂赴啊，无心情，培养这囡仔，可以读去较好的学校，吼，
你敢若买电脑，你就买输人啊！哦，人个速度拢足紧个吼，即马拢变甲三点一 G 加赫兹啊！啊，装卡个吼，你若买较好贵，买袂落个，拢买迄落二点多个尔吼。啊，你若笔记型电脑，搞不好1.06 mega 嘛 G 加赫兹尔。啊，你敢若上网查资料就查输人啊！哦 ，keyboard 就查输人啊！吼，啊，即会造成恶性循环。农村的这个囡仔要读大学的，算读研究所的，会变较少，所以伊社会竞争力就输人啊。啊，即摆来讲，流亡中华民国，伊军政府来到台湾，安怎治理咱台湾？伊用六招，就把咱台湾人的反抗势力拢取掉了，你就爬袂起来。第一个伊就是用1947年的这个二二八事件，有计划屠杀咱台湾人的精英差不多30,000名。这30,000名是日本人开50年的时间，他培养出来的精英，因有计划甲咱杀掉。因那伊知影讲，伊落个国家要来管咱这个高水准的国家，一定管袂掉的。无把这些高人杀死，哦，因这些人拢是领导精英啊，会当领导来对抗这流亡政府的。哦，第二个用金融，哦，甲经济民生来甲你饲台湾人，伊用40,000换1元，你较好个人，就拢变三千人。哦，伊甲台湾所有的粮食，哦，油米、盐、油糖。拢送过中国大陆，哦，伊啊倒卖啊，伊啊帮助因什么国共内战。48年来台湾唔有饥荒，一段时间，哦，1947年到1949年迄段是台湾人上凄惨的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大地主变小地主，台湾人迄当时，那大地主是拢地方的士绅，地方的头人，有领导能力的。即大地主伊个用三七五减租，耕者有其田，啊你变做小地主，啊你若讲要去啊反抗，招人要出来抗议，你敢免分便当好食，你都嘛无钱通买便当吼。过，哦，来，杀无了，饲无好个，吼，哦，后壁继续用白色恐怖来甲你统治，你若讲话无合伊个意，吼，哦，就来立倒关。过来，敌性反转，甲身份错乱的移民教育，哦，伊甲咱教讲，咱电脑咱拢恢复中华民国国籍，咱拢已经变作中国人，啊，咱嘛拢战胜国啊，哦，所以伊用安尼甲你骗，反正咱革命是对立的，伊即摆讲咱革命是共国的啊，安尼咱迄个戒心。降低，就想啊，甲咱广告就免甲反抗，所以是安怎有遐济台湾人讲讲迄个洗脑去，去甲支持国民党政府，哦，啊，佮用这个，用即个陈云林来，哦，迄个2008年、2009年陈云来，是毋是卖球拢甲所有因个车辆机机啊拢收起，啊有抗议者。我算唔敢讲太，中华民国机啊拢收了了，摕机啊出来咧电的，叫建设手机搁压落灯。啊，民进党即个日军呢，嘛讲一直杀中华民国即个车辆机啊出来咧电，即个唔对啊，迄唔是咱的机啊，日军呢唔着爱对讲，因咧收的是咱对收出来当本做人，伊压咱嘛对伊压，把咱日军的车机啊爱摕出来，哦，即就咱大家咱日军的。咱台湾人家己头壳歹用，吼，啊，这是咱的逻辑，哦，已经要加过奖去。过来，假民主的选举，那正讲民主的选举，爱像美国安尼公平的竞争，吼，唔是摕钱压，唔是用媒体，哦，欺规平的，尽所有的台湾的媒体。90%都掌控在
拿军的手里。哦，啊，你讲像民视，咱拢号称讲这是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但是你敢知影？拄啊，除了蔡东营是正台湾人，伊下骹遐经理、甲干部拢是中国人。啊，你讲胡万林，因翁是行动的，行动的。啊，台湾人就是真错乱的身份，就是讲，美国咧讲一个中国政策的时，美国是承认讲全世界都干那一个中国呢。啊，咱日本去批评，阮中华民国呢，对不对？像蔡英文，像李登辉讲起，李登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，这句话听起来是对的，因为。你看得出讲中华民国是由外口来，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。但是阿扁啊，大概呐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安尼。如果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，吼，啊，这就乱去啊，台湾人就搁火去啊。啊，进来到小英，小英讲中华民国。不是流氓政权，不是外来政权。原底是讲流氓政府，但是伊即马十月七八，伊讲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啊。哦，讲中华民国是合法的政权。啊，这都拢乱去啊！哦，好，啊，这四万外一块较早的这个资料了哈。好，啊，咱即马来回归正题。这个农业有真多。荷兰时代印入来，吼、哦，咱迄阵早期荷兰拄啊来安平这个安平讲入来吼，因为早一寡即外来种啊，像讲这个番石榴，这个番茄，啊，这台语讲番仔茎，啊，这番薯，啊，这番麦啊，啊，这番仔花，那外来拢讲番，吼、哦。啊，都其中就一个怪奇怪，住伫遮的人讲讲叫番，阮讲山顶的番，哦，这有奇怪无？只讲是讲1949年中国来遮的流亡政权遮人，因爱叫做番人，哦，因外来嘛。啊，咱土生土长的伫台湾，咱本土台湾人。好，来，我来介绍这些美化的植物哈，甲果树。首先来介绍这个树葡萄，这树葡萄真好管理哈，你甲种个几排，拢免修剪，伊自然就发到边关，啊，这做行道树真好。啊，伊拢免除药啊，我种29年啊，毋捌除药啊。我这2月份咧换新叶子哈，都翠绿哈，都清脆。啊，这是土脚挖起来哈，啊，准备要就饲的啦哈。啊，即卖树葡萄有加一个大品种出来，哦，你看伊枝就比这加足大粒。啊，这个若生差不多在那银角啊5块至10块，但是大粒的这头50块，迄个银角较大粒哈，比50块较大。啊，伊这个开花的状况是为头部一直开到尾溜去，啊，这个香吼真。特殊的香味，差不多介于桂花加玉兰花混合的这个香味，真香。但是我迄阵有种300丛大丛的吼，啊，因花开开始拢会烧焦呢。我哎，明仔载做伙开，哦，300丛做伙开，迄唔是香啊，迄香甲会臭，浓度伤高，煞香甲会臭。啊，伊这个树干含苗把它同款。你看伊开的花，含鸟巴拉同款，因这拢属头金娘科哦。鸟巴拉啦、莲雾，甲这树葡萄拢是头金娘科的啊。啊，这开始咧长乌就是特别成熟啊。一般花开差不多35天，30天开始长乌啦哦。啊，到35天会当办啦。这啊，三代同堂，后含苞啊，开花，后青果，后熟果啊。啊，这一年生7摆。愈老长愈好生哈、啊，我遐老长哦，像这张老长一年拢生7摆哈、啊。
啊，这空鸟把它同款，伊会烫壳个，伊树啊，若咧大，伊会烫壳，一直烫壳。啊，这树叶啊，伊边啊把它削较细，差不光安尔。但是你甲放落来，你甲做个片，你要把它比。啊，这个果实不同成熟的是有不同的口味，拄啊当乌，迄当乌你甲放，食起要把它比足重个。啊，第二天我们搬回家，伊讲有熟起来的味。第三天搬回去，讲山竹的味。啊，第四天迄个讲百香果的味，拢总六个口味哈，都无同时间搬哦，无同款的口味。啊，这吼、哦、有足丰富的维他命哈、哦。那么我有只狗啊吼。哦我拢买饲一年，我也甲放乌去走走咧。叫伊走走，拢走去甲我食树葡萄，因为我发现讲，这个高度的树葡萄拢无去啊。结果就是去食，走去食掉，食甲肥肥。啊，偌趣味咧！伊只狗啊，迄个甲我生吼，真几只哩啦，甲我生十六只，比猪啊较贤生。就像我那啦，这安尼个呐，恁这拢无，啊这拢要补就对啦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女孩子吼、哦，那要生囡仔，莫食伤济啊，你无一间呐，甲你三胞胎，你也顾袂起，两只手啊，第三唔来要抱落腿。来，你们来介绍平地樱花，又叫三月樱，因为拢伫三月份开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每一蕊拢敢那。兰花，朵朵是兰花，啊、哦！这地方屏东潮州，一般樱花哈，那去到阮屏东拢袂堪得落，没有办法月下，迄、那个夏天拢作地拢渡不过，啊，那渡过哈、哦，每年阁春开一半，后年阁开春四分之一，过来就差不多死啊！我唔捌伫屏东看到樱花哈、哦，有差不多十公分遐粗个。也是差不多三四公尺高的无，啊，这个就种着品种哦。这花开开是同款，较白小块，但是伊看我拄啊开到边，我的花是开95%，啊伊的叶啊煞95%哈，所以选种完了足重要哈。这自由时报有来搞采访，吼，有翕这個，我就有人好不容易拢找伊到我呀，哦，拄找着王妹，吼、哦，恁家有够歹找，啊，你看报纸也无要看主机甲电话，我讲迄袂使有商业行为啊，吼、哦，哎，找着，妹两个说开始讲，吼、哦，够水的啦，啊，要知影你只遮水，我都免顶礼拜去你阿里山，我要赶去，佫无开到你这遮水安尼。所以这个是南部值得推广啊，因为南部要看到类似安尼烟花开安尼吼，足、哦、少。啊，这就是伊若开春，迄、那个花开了，春天啦，差不多四月中过，伊头拄个花期足久个，讲50天嘞，哦，50天算足久个花期啊哈。啊，这伊个花有长，规个拢青哦，足紧个，过后尾就发个连物个青青。哦，所以这个树啊，足好就讲。夏天可以遮阴，啊，冬天有看到伊迄个寒冬的迄个寒枝，就是拢无叶来，哦，寒枝。啊，春天就看花。啊、哦，这个是国外，这种较久啊，这差不多种看20年啊，啊，我迄差不多种7年尔，所以要开无同啊，遮茂盛。但是你若过我5至10年。我遐就应该当开到安尼才水哈，遐时间啦哈。来，啊第三叫做黄金果，这个黄金果是因为伊的皮是黄色的，啊佫金金会发光哦。你看这阳光照来发光，金金哦，台语讲金，这个叫做黄金果。啊、这种一丛，这原底咱热带园艺试验所吼，红山伊引5丛。啊，其中有一丛种伫高丘，咧做迄个
田间试验，啊，啊，一丛一丛生两，一年生2500粒以上，一丛呀。所以咱若家己有土地种一丛，你就生甲食袂完啊，吼。啊，这皮，你若按原子笔甲写字吼，差不多三分钟后，伊就氧化，啊，就迄字就浮出来。包子安尼送予男女朋友，啊，这个树葡萄啊，真贵点啊。啊，这新品种，这头一粒一斤，头拄啊，差不多3-4粒一斤啦，啊，啊，这新品种，这头一粒就一斤啦。来，啊，来介绍红龙果，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哈，一年伫阮屏东会当生11摆。你甲想，有啥物水果有法度一年生11摆？山药一年一摆，莺莺啊一摆，荔枝一摆，哦，对不？啊，你山药莺莺呐处理无好啦，药啊除无好，还是拄着风台，就还阁等明年啊？啊，这毋是哦，这若拄着风台是，伊枝干摇摇的，阁袂歹呢，嘛是照生啊，哦，还阁免除药啊。啊，这个品种吼，哦，你啊选落好，我，啊，这个品种旧年甲前年。以凤山热带园艺试验所比赛，全台湾冠军的，然后连续去年甲今年拢冠军，就是咱伊到买我这个品种啊。啊，伊这花开嘛是差不多30天至35天就会当采收啊。啊，伊15天开一遍花哦，啊，所以你第一班花开，第二班花开。到第三班花开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搁放过啊。哦，就第一班的花已经30天还要成熟啊嘛。哦，哎，连续安尼放11摆，到年底差不多10月底至11月初。啊，那个八八风灾迄个风台吼，哦，我认为讲啊，迄个拄啊，伊个花拢迄个，因为伊个花爱授粉啦吼。啊，你呐，这个粉呐，迄个落着雨。授粉不完全，迄个就死了，甚至袂掉个。我想啊，安尼10月底到啊，结束。结果，伊到11月半，差不多这个时间，佫补生一届予你啦。所以这足可爱，就讲伊一年固定要生偌济，就是会生行李啦。我看着可爱，这无情敢袂艰苦。哎，花佫足水哦。哦，你那暗时啊吼。安尼，规排拢开白花，吼，哦，够水个。啊，迄阵我无法度用灯光、强光安尼规排遮去个吼，无法度翕遐远，你要用闪光灯。啊，这罗岗梅是足好个幼鸟树，成鸟仔来对吧？伊个果实鸟仔若足爱食。啊，伊好处着个，紧出新许拢红色个，吼，哦。所以有朋友带伊个朋友来看，嗯，潘先生，啊，你的枫叶那7-8月咧红，因为7-8月伊伫咧出新叶嘛。啊，讲你无共品种，你看唔对个哈。啊，这冬天伊着规个搭叶啊，啊开春规丛都拢红色个，啊，但是我翕无着啦，无容易啊翕。啊，这个枫花、枫林木这嘛真水，但是伊可惜伊花期较短，差不多。一礼拜就开始下，第十天就差不多落了呀，哦，啊无这个花嘛真水，啊这是一个红皮黄的，这个，树啊我送伊个，哦，这个树啊吼。花期伤短，伤短，我若无这个作祟的哈。好，啊，咱要种水果，要怎种哦会好食？即三你爱顾好，吼，哦。第一选种，你爱选优良的品种，像迄，那个拄啊迄个红龙果，我是选到第3摆，第9的品种，因为正常迄个8的品种拢歹，迄8我叫做八国联军，我是。伊讲买讲伊上好个，买8种来做一个种类，明年验收。结果是迄个上贵个上大型，我淘汰。迄一尾笑盘呢，250块。结果伊上歹，
因为伊种出来，我若买一种品种了，种着变三四种，也有生较圆的，也有长高的，也有乌豆红的，也有粉红的，啊，变啊装箱通啊卖，哦，啊，所以品种足重要。啊，你若买着买的品种吼，啊，若有好的，会当切掉，用截枝甲接好的品种去，吼，啊，等下我会讲着截枝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这个施肥管理啊，足重要。有的白米好的品种，比如讲，头拄我咧讲的这个红龙果，有来甲我买哦，叫伊买长的种，啊，我要甲加工，肥料安怎管理？但是伊认为讲伊介敖呢，就不免来我甲你处理就好啊。结果伊种来，结果加足歹食，我伊就是这个肥料管理、水分管理，伊可能无好啊研究哈。咱的肥料吼，重要的三要素，氮、磷、钾，这三项在你的生长的过程，比如讲开春，伊咧发新芽，你的氮肥爱用较少只，磷钾较少，吼、哦。到四五月，咱的用以迄个红龙果来讲，四五月要开花进前，头两个月你就爱开始断水，啊，肥料调整变。磷钾肥较悬的，氮肥尽量你要加落来，吼、哦，啊，会打，打伊就危机意识是讲，嗯，我若无赶紧开花结籽放囝落去吼，囝会打死，啊，所以伊花就会来，啊，即个我那一个催花的迄方式，比如讲，咱来讲愈合包是安怎走拢袂生，较早咱就是拢袂晓加断水。因为愈合包，伊拢爱用机啊，甲伊这个树干甲切皮切落断，吼、哦，互伊个水线送袂去，所以顶管无食无水，伊会讲啊，我得要用打死啊，赶紧开花。哦，所以尾啊，咱台湾就有愈合包通好食。啊，这人是因为拄啊好有一只，伊发现偶然间发现的，就是伊拄啊有一个正心糖迄个正迄颗个，甲颗一点吼，互迄水送袂去。一拍生个足济啊！同一丛哦，即机会叫正经人种着，即个生个满满满，遮叶啊发个满满满，无半个个。伊才发现讲啊，安尼爱不求回。所谓农事所的人，佮头八抢啊，你欲佮头看讲伊是安怎用啊？佮拄啊迄个掠着，啊你迄个笑讲啊，恁农事所的人变袂出来啊，佮来佮我头看吼。哦啊，再来水分管理着，你水果要爱好食，伊要开花，花苞若出来，水着爱提供给伊啊，吼、哦，袂使叫打着，无迄个伊生理落果落花，无结果着落去啊，啊，有诶结果洗啊粒着落去，你水着爱稳定供应，啊，即上好着用电脑控制，像头拄啊滴灌还是喷灌的方式，哦、啊，但是袂使伤济，你敢若有够互伊食。花袂许下，许落缘就好啊。啊，你若用伤济水好食，迄个水果当然看会较大粒，但是质感歹，无够甜度，袂 Q 吼，迄 Q 度袂对。啊，伤济水食起烂烂，无好食吼、哦。啊，伤济水嘛较袂甜，人讲食了水水吼、哦。啊，即若有要刷球个，较有兴趣个吼、哦，我简单安尼讲过啦吼。哦一般正常就是讲四个连灯挖开吼，啊，差不多一个月后，啊，用吊车吊起来，这是大丛的啦吼、啊。我即嘛是拢讲，以讲大丛来讲，小丛的就免安尼移植啊，小丛的就直接挖就直接刷过啊吼。啊，这个就是三月樱吼、啊，因为三月樱伊的叶啊足多，所以伊咧食水的数量足大。你若无留一条根哦，出去外口食水哦，这粒土条连咪连咪许树呆，一丛树啊就会。打死哦！你若无紧甲补水，我若像你若有自动灌溉的滴灌系统，有遐过哦，逐工甲补这粒土条的水哦，安尼还可以哈、哦。啊，这你若这个土壤若较松，你就要用胶膜为巴肚边封起来，较袂风若咧吹，这土条会崩去，会开哈、哦。啊，这是挖好啊，用胶膜封起来，准备要吊车吊走。啊，这是另外一种的。包装的方式了哈，啊，这个是一个
因为这个品种是新的哈，这个三月樱是新的品系，啊，这个东航的白白伊会惊伊讲无你先搞乌龟哈，啊，头顶这个迄个树干拢切切的，啊，土加灰天等于，佮电话单报应有无？伊拢有报新意啊哈，伊讲哎，安尼即丛哇，安尼伊卡要来吊走哈，无伊惊吊断会要死嘛哈，啊，这个。东航的派车来调，啊，这样呢，这树葡萄好好包装好，这树葡萄爱甲塑个较细、较精致嘞，安尼台车开通载较侪重，啊，不你若无这个北开吼，伊拢45度开开吼，你载无几重，好来介绍自动灌溉。这个自动灌溉有两种，一个传统机械式，啊，讲列比式的哈，这就是一个泰马24点钟的，你几点要喷，要喷几摆就甲编几摆，啊，要喷偌久，用这个来控制，啊，比如几十秒钟到15分钟，啊，还是三，这个敢那到30，啊，30分钟，拢会这样调整，这样来机械式的。啊，这个以色列微电脑控制啊，啊，这个是美国的微电脑控制，这只足够用的，我不晓得拢改用这只啊。这个一礼拜对一天要喷，对一天要休困，拢会当控制。啊，一届会当甲分六个区域，哦，你若有六分地，每一分地拢甲分一个区域，一天会当喷3摆，啊，足够控制，这只足够用。啊，来这个喷头哈，这喷头就拢以色列做的。对这个详细了的哈，边啊这，伊这有12道水柱作油的，啊这一边都要喷30公分，然后一尺了哈，这边喷一尺，这那小灌木好了哈，啊这一边喷3米，直径都要6米，啊这就是小乔木、中乔木拢会使。啊，这个是15米的直径，这边喷7.5米，这边喷7.5米，啊，用细。啊，这个细有一个坏处，这以色列无发生啦，伫咱遮发生，因为这有台湾了，迄个昆虫足济啦，尤其有种蜘蛛吼，伊看你咧喷咧细，等你电脑发停，伊停落来时吼，蜘蛛走来讲当作这是一个猎物，伊就用蜘蛛网甲你拍咧，拍掉咧。等后摆电脑讲，哎，开始搁喷哇，伊煞袂细啊，煞怎喷2点呢？这2点拢做水灾，剩个遐拢旱灾。我着有时啊讲奇怪，啊，太只树啊阵死一片，我查了就是，这又蜘蛛爬掉。所以反正等于乎以色列公司因着发明个防虫型的电脑，讲喷水来，压力来，伊就会跳开。也跳开啊，就洗喷喷嘞，啊时间到停，这伊都落来，佫扛起来，安尼迄个蜘蛛就无法度佮拔掉嘞吼。啊，这同款，这个是佫尾啊佫较先进的一停吼，同款迄个动作。啊，这就是以色列因伊滴罐头拄啊，互恁摕去看迄个吼，迄个出水量上少，上省水，啊，过来就这个，过来这个。愈来的水会量愈大，啊！伊用颜色咧分辨哈，啊！你注意看，这个绿色、这个、红色无共色，哦，这个出水量一分钟，一点钟300公升，啊！这一点钟可能60公升俩，啊！这一点钟200公升，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出水量哈。啊！即马来讲。改良新的品种，我爱用的这鸡丝，啊，这个是剪刀了哈，这两个，啊，这切切刀，啊，这若较粗的，这样用机啊，伊这三用内底有机啊，还有刀啊，哈，若较大，我剪刀剪袂落，用机啊落去锯，哈，啊，重点今仔要互恁看的，讲。现在在吃的这个新的东西用这个叫做石蜡胶膜防水透气，啊，这个生产性很高，可以揉到很长，
啊，这你若咧食的时，无像较早哦，就爱用这胶膜，嘛这个胶带、电器胶胶布吼，啊以后就搁甲掏开，真麻烦。哎免，你看伊这食的吼，直接为迄个胶膜拢凸出来，可以突破吼。例如，而且接触点一束了尔，吼，这差不多1.5公分尔。来，啊，这是酸啊吼，酸啊那个改良了吼。啊，台中这里是用石蜡胶膜，啊，但因为酸啊话咧大足紧的吼，上大风啦吹吼，石蜡胶膜较无够用，就要用这个电气胶布，稍甲垫咧保护起来，吼。啊，这是我挂几号，大家看，这就是接伫遮，已经接过啊。你若感觉讲拄仔咧试吼，一届一丛甲占两个啦吼，啊若万一像安尼，这个无过，啊这个有过吼，增加这个成功率啦吼。好，啊这个我要讲着讲，这丛树啊，原底这个是土山的，这丛山是土山啊，这个代表本土台湾人。这只接这个是好的品种，这只是日本日治时期接。1945年以后，接一个中华民国这个拜证接伫遮，吼、哦，伊来都敢若会晓享受呢，会晓糟蹋台湾人、台台湾人呢嘛吼、哦。啊，咱台湾本土的一直台独的一直要一直冒出来，但是一直方慢掉、消灭掉，吼、哦。那么咱即马就爱韩美日联合啦吼，爱、哦、甲这个拜的这个吼。哦甲关起金门妈祖哈，来阿你讲远景，哦，这我远啊啦吼，我甲亲像租4公顷外地，啊拢种这个三月樱，啊甲这个罗根梅，啊这南北大武山啦吼，啊拄啊伫屏东平原，伫潮州拄啊伫屏东平原的这个中心点吼，啊咱这个远啊，从惊迄个这款。绿癌，哦，这植物这蔓藤植物吼，甲咱怕的，因为伊这个发作紧的，哦，小花瓣泽兰这个足头疼，这咱政府也无法度甲这个完全灭绝啊。这哪里两个月卖甲管吼，家里面又爬了，啊，树葡萄本身伊爱全日照，啊你若无日照，伊会落叶啊，到尾也又。无法度光合作用就会打死啊！啊，这三元一个好处就讲，伊这个阴暗的内底吼，含外口的温度差袂5-6度，啊，所以伊这个减碳的效果效果真好哈。迄、啊这个地球暖化会当到控制了哈。啊，这独立树，这我甲刷位带来遮，安尼无到两年就发到。我妈妈，病虫害哈，这个接好了，我接新的品种的山啊吼，结果有助心虫，甲你有只心甲整哈，都要整死。啊，你看伊拢甲整新的所在，新出院出来了又整了，歹个。我这个福寿螺，啊，台语讲金宝螺，这个危害台湾头尾30年。这是他30年前，咱台湾人为南美洲遐引入来，这一年差不多每一粒母的这样放差不多8000粒的卵，哦，所以伊的繁殖速度足紧的。啊，伊见到这青的就拢，所以咱较早水稻许食足济去，啊，这就是咱海关控制了无好势，用偷走私入来，啊这。今年3.11日本大地震啊，因为福岛核灾发生的时，美国撤侨，啊奇怪，美国咧撤侨，那也无撤去上近的关岛，还是夏威夷，那也撤去台湾来，啊，啊这 AIT 的官员来伫桃园的国际机场，家己设海关，海关代表什么意思？海关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。你外国人要来
咱这个国家是不是要经过咱这个国家的海关，把伊伊个先签证，提迄个签证来到台湾，佮提 passport 互咱检查讲人对唔对？哦，啊，这个签证确实大使馆发的，开掉回去吧。啊，若无是原机遣返。但是 AIT 伊要撤侨，前日刚宣布所有的美签停止，因所有的人拢走来伫桃园机场。啊，那么桃园机场，中华民国海关走一队，靠边站。因都来验美国人的证件，对呐，这伊个头家啊，哦，啊。所以咱为这件事件，就一定看出台湾的地位，就是要去予美国军事占领中，只是管辖权，暂时美国交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管。1979年以前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。1979年以后，就讲和伫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，或者台湾地理当局啊。后来过来讲这郑兴堂，这个另外一个天牛，这个天牛足细只，足细空的啊，有法度把这大丛的树啊种死哦，你莫小看它。伊头像狗牙遐大只呢，啊，这个较大只，这台湾较有名新典天牛啊。啊，你看这丛，这个一只细只虫呢，细只只呢，伊把这叶啊，诶，表面呢，这个有叶绿素的拢食掉，无外久，两礼拜后，规丛食不了呀，啊，啊，你看这危害速度有紧嘛？啊，这样呢？有可能你若无关心房子，这丛树啊无法度光合作，会一直弱去，甚至会枯萎啊。啊，这是我家己想要种有机蔬菜，拢无爱除药啊。啊，逐天去掠虫哦，啊，人两天较无闲，讲无去掠我，爱食到剩安尼。所以要做有机吼，我足佩服，无遐简单哦吼。尤其有机的果树啦，搁较困难。有机蔬菜算较好控制，有机的果水果，哦，奇亚啦、红龙果这类的，啊，这伊个虫哦，他们就改颜色啦吼。无注意看，无感觉是只虫诺里啊。来，这就是天牛，这一个品种。来，搁看这个另外一个品种，拢足细只。拢种一空细啊空啊，啊我甲注射，一空一空甲注射，这丛就救起来，来你看，哦这丛都救起来哈，青变变，好，啊这个橘红春象哈，这个是会长的款，因咧开会啊，开会讲后一顿买食对一丛较好食吼，啊即摆宣布散会，大家往外走。啊，台湾这个岛吼，有风台安尼甲咱训练几啊千年啊，这咱必要之恶啦哈。无风台，佫无雨，无雨水，佫无够嘞哈。这个我本来是有只做防护，我想讲这个 Y 字形的一定有只厉害，结果天不从人愿，有只甲你挡伊，啊，这个全岛。这是另外一个风台较小哈，而且干那叶啊叶扫掉尔，安尼这无要紧啦吼，这真紧伊就搁发新叶啊吼，这有看到较新的叶啊开始咧出来吼，较青的吼。啊，这是巴巴莫拉克风灾，这你要看叶子树按会倒吼，无遐简单。拄啊巴巴风灾就真正有够大啊，连续两暝两日，啊，这丛树啊，这丛叶子树是隔壁的。他说倒位我这来啊，这侵犯我的领空，跟侵入我的领土，啊，所以这个就变过来啊。哦，啊，我讲那，甲铺几啊粒来食，佫真好食啊。伊甲迄围墙拢叠歹。这个长在树上的西瓜的灰，
叫做素西瓜，啊，这其实像跟卜啊同款啦，啊，就是好一个名叫做素西瓜，啊，这个炮弹莲雾，即嘛较新的飞弹莲雾讲完了出来啊，啊，台湾咧研发新品种的速度算完了较紧的，啊，这伫我工寮的门口啊，因为我早班知影讲会有这个东东会来找我，我就先设陷阱，我去甲再有抓开，啊，无这作毒的，你神经毒，你哪有咬到拢会起爱困，啊，你若困去就袂醒，就再见了。啊，这我的电脑控制的，啊，要开这个门啊，开袂开，结果哇，原来一只蛇甲你徛伫遐，无怪我咧开袂开吼。啊，我有饲一只蛇捉我只，吼，这涂骹还佫头一两尺，啊，其实这是伊的蛇皮啦。哦、我唔是真正掠迄只蛇，啊！这迄落雨后的这个大黄蜂吼、哦，因为我较无咧处理，我做较有只物件，啊！伊的做收改成顶规个啊，吼，独立的形，啊！这就较恐怖啊！这内底是一个虎头蜂的蜂窝，啊！我伫遐咧出入吼，拢唔知影伊做。已经做到要两个月了。哦，唔讲只鸟啊，我去注意看，啊，那阵只大只胖熊飞上，啊，食啦啦，是虎头蜂。我阵靠消防队哈、哦，消防队的有两个少年的来啊。我甲讲，那是虎头蜂。讲无啦，恁只有虎头蜂，你一定是大黄蜂尔。来，伊对报我看，我带伊看，来，你看伊是毋是？两个在咧看，起卡弄啦，我、哦、啊是咧走安怎？讲迄虎头蜂呢？啊，虎头蜂安怎？电死人啊！我、哦、对啊，我甲恁讲虎头蜂，你都唔信，你都讲唔是。啊，你嘛两个拢提伫个消防车，两个都撩头壳啊！我是安怎啊？无处理一下，看一下歹势啦。我袂记炸防护衣来啊！我、哦、我就甲你讲虎头蜂啊，恁哥遐轻敌啊，无要炸防护衣。你妈讲，啊无安尼判死。阮有迄个长长迄个火焰，迄、那个火焰枪就对啦，甲射甲输个啦。讲我甲你用甲输甲你烧好无？我唔通迄阵我卖人万五块，已经定金刚退啊，烧嘞我免哪交费。我头叫着，啊无我明仔过来好无？我好，明仔过来。隔天无来，第三天敲电话，判死啊！阮有勤务啦吼，啊所以昨无去。啊，我若要去过，我打电话你哈。好，我起码就做摆。我免来，我给你处理。我准给你一锅倒菜刀，倒足长的路呀。好，我来惊咧。啊，都半中做一个三角支架，开咧。啊，无咱一支手要愈遐长愈袂惊嘛。我一二三，甲托个人紧走。啊，托无到嘛，第二个佫。哦，一只虎头蜂，飞离我头两公尺呢。哦，我走了两，吼、哦，迄领起鸡要飞，好不容易第三届就我吐落来，吼、哦。到第四五天，消防队敲来讲，看者啊，我来甲你处理，我唔免，我处理掉去。啊，这囡仔会定死人吼、哦，小朋友，囡仔要定死。后、哦、尾、啊、因为无处理，所以生态。哦，伊食一个炸门的饭哈，啊，这只唔系啥物？你看有人昆虫的专家，看怎样，他甲我讲，唔是嘛，唔是餐饮，餐饮的时代足长的，时代短的哈，啊，唔是迄足大只，果蝇无遐大只，哎，啊，迄只搬家啦哈，伫我的三月因电玩做修，啊，这拢雏鸟，还佫。还阁袂晓飞咧，啊！这一只八千啦，哈、啊！安怎？因为乡村咧有迄住家内底吼，冷冻库内底用插着十只的迄个伯劳鸟，太好个，啊罚八万嘛，哈、啊！所以这一只八千吼、啊。啊！这白鹭鸶伫我的田边遐咧觅食啦，哈、啊！来，啊！这全台湾拄啊，干那这个交通号志尔，伫潮州啊。就安尼有一个散训的跳伞场吼、
啊，所以要注意产品没有跌掉了哦。哦，你那许有这装备哦，许足重的许哦，四五十公斤，你都唔对啊，车都拉无啊。啊，这上市，我那去年到这个时间，特别伊想要过冬啊，开始挖坑要避开啊，要冬眠啊。拄好我看到，我更加翕出来，翕一个，趣味趣味。啊，这就是我拄好讲迄只蛇吼。甲食到这个所在啊，我都会知我较早去，伊看到我去，准搁吐嫌我，准无搁甲食落去。我这丛树啊吼，就这丛啊，这丛是我迄、那个我营业的所在迄个砍棒树吼。啊，一个人来看咧，讲哦，遮水，看者有买袂无？我无这砍棒树。这个做样品的吼，不用看花开安怎，所以无卖。结果伊甲我讲一句话吼，我考虑三秒钟至五秒钟啦。伊讲半是安尼啦，我车顶有四十万的现金啊，你若好吼退去，啊若无够你搁讲搁加无要紧。我考虑三秒钟至五秒钟，我着好卖你。因为啊，咱头拄仔另外迄群啊，遐遐几啊百丛的对吧？我就搁钓一张来种，好无？我搁钓一张来种，已经两年外啦。啊无第二个即款好人客来。啊，这三叶樱吼，啊，当然唔知几只嘛，啥物动物吼？我迄头我这个高度呢，这个凶手还袂查到哈，还袂破案。啊、来讲有机农业较健康，以及。真个人拢全多是病啦，身体无健康，就是拢无做运动，无劳动，一工到拢吹冷气，拢无流汗，所以造成新陈代谢歹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有适度，若家己有几分地吼，啊，家己种家己爱食的水果蔬菜，啊，出去叮当流汗，有咱个筋骨活动吼、哦，流汗是上好个排毒。啊！你出去外口日头有，甲咱晒着咱的皮肤，一定摕到咱足侪这个维他命 D 吼、哦，是无法度为食物内底获取的吼、哦，伫阳光内底有吼、哦。但你起码爱做差不多做二十分钟、半点钟以上哦吼、哦。啊！你若讲用有机农业来施作麦土农药，咱用有机的方式，就讲你甲喷香蕉啊，香那个。辣椒液，还是蒜头煎迄款，用蒜头落去加汁落去铺，有驱虫的效果。啊，咱就免用农业啊，哈。啊，咱家己种，食咱家己有机的农产品，哦，就对身体健康的嘛。因为咱所要食的物件，就是要食好咱的身体健康，唔是讲给咱食遐有毒的残留的迄个农产品食落，啊，卡来大院嘛。咱目标唔是讲食遮要来大院的哈、啊。所以咱。家己种，才较放心。足早以前，我著看迄个文章有咧写，哦，台北人身体作用，我迄农药甲出较重哦，啊甲寄去台北，嘛是拢食了了呢。其实，毋是讲外用，多数人家己大院嘛是就是因为农村伊早期无咧检验嘛，啊台北人拢爱食迄。药啊，足水的，足完整的，拢无破空的，无起起来。农民当然就药啊，厝到无半只虫咧加吼。哦，这款的算完啦，恶性循环啦吼。所以农民嘛，使用者、消费者，家己要有一个认识。你要求讲拢无迄个缺点的，安尼逐粒安尼生甲水水水的水果啦，也是药啊、菜药拢无破空、无虫洞的吼，唔好有迄个观念。我即马来讲，咱民政府呐接种了吼，咱来甲咱政府所有的从政人员吼，军警、群特啦吼，啊军公教这样吼，咱即马以建材为例，日本时代，阮爸爸因咧讲，伊是日本人话威严咧，一个建材就会当管足快吼，就管较好势好势啊。迄阵拢看到因爱讲叫。建察大人，但是国民党政府来说变建察尔，迄大人无去啊。
等我搁较大汉，才变讲警察啊，变较细声啊。啊，过来咧，讲做地保爱，即卖连警察拢不是啊，变成地保爱呢。啊，过来讲插头啊，哎，啊，即卖讲合法攀枪的流氓，哦，啊这一代不如一代嘛，哈。啊，所以咱民警有接警，哈，一定要树立这个威信，哈。啊，这個、心理反正日本政府来，不是离翻尔，佮离咱平地哈，平埔翻嘛，做伙，咱其实大部分拢是平埔翻啦，只是大家无要承认尔啦。即咱的花甲抽起吼，伊马歇因的林玛丽教授伊就讲的，85%的台湾人抽起花内底80%以上拢是平埔族的血统啊，原住民的血统啊，包括山地啦哈。那么日本人甲咱教、甲咱教育、甲咱教卫生、甲咱建设，做了袂歹啊。当然因迄阵来有较严，啊咱有的人会讲话，日本来吼。拢甲咱拍，甲咱抬，啊！迄是一个新的占领者，加减拢会做这个工作。那么，这个我咧讲新的离岸政策，就讲1949年来，这大批的武装的难民，因这水准足低，这人包括伊的后代，咱民政府以后爱好好甲教育，要把他们当人看，吼、哦，要好好把他教育，吼、哦，就所谓这个。我姓中国人，这啦吼，遐恁当初来吼，拢打扁担扁担吼。啊，咱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，这是麦克阿瑟讲的，这个美军的这个元帅吼。目前，刘邦政府的这个马英九，伊一直要联共制台，那么。伫媒体上，一直甲咱教育，讲美国外派拄外派，吼，讲即马中国外强拄外强，吼，美国欠阿强啊偌侪钱，安尼吼欠几条的美金，啊，用即个啥物牛肉、牛筋呐、啊，吼、哦，牛杂啊，要进口，啊来互咱台湾人要来反美反美安尼对啊，讲美国啊别讲，咱来开放牛吧，啊惊有迄个狂牛症。造成台湾人恐慌，啊，连带的反美，其实这是拿军的恶计的对吧？哈，伊要来设计，予咱输美离开，和美国较疏远。其实咱台湾人是爱和美国较瓦近的，爱亲美，啊，联合美日来救台湾，哈、哦，唔通许拿军的媒体甲咱煽动，甲咱洗脑去，哈、哦。你看咱美丽的福摩萨也水，但是这7-8年来，咱拢咧做人的反攻基地，哦，第先攻来是咱是反清复明的基地，对不？啊，清朝是讲咱只鸟不语花不香，男无情女无义，甲咱生活不得着，啊，啊，无必要甲咱建设，甲咱好啊，甲咱教育。无，啊，结果日本人来，咱又阁变日本南进的基地，哦，因为咱大家生产粮食，特别提供，因去拍南太平洋的战争，哦，伊阁是一个南进人的基地。啊，中国国民党政府来，咱又阁变一个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，咱拢咧做人的基地啦，啊，你个看，遮水的山河，电管这个。满洲乡，咱家有一个满洲乡的前乡长，哦，咱这里，哦，咱的满洲乡前乡长，伊就上知影吼、哦。那么，这是一个九鹏基地，飞弹的发射基地啦，哦，是遮水的所在。所以，唔盲讲咱以后家己民政府起来，家己驻地吼，咱免阁做别人的基地啦吼、哦。啊，甲台湾好发展。和美日可以并驾齐驱的，诶，这水准的国家，吼、哦，啊，唔能够中华民国的这个干戈，吼、哦，尽量啦，吼、哦，咱家己
咱林秘书长伊所出的册好啊看，甲咱头家内底本就签好出去。啊，这个五个机啊，就会当看到咱台湾的美丽好将来啦吼。然后美国徛头在台湾，咱即马就要求爱美国爱先入来，伊亲自占领，关水准的人入来，甲咱好啊教育建设。哦，你看，现在何远，咱这个民政会总监哈，伊所讲的，即一寡新的观念，我足爱听伊的课。所以大家拄好有这个机缘，啊，大家有这个地位，哦，咱秘书长联合论述，恁听会落去，这足无简单嘞。因为我伫外口咧跟人讲，在内底有九个感觉乌乌亮，因为。因拢认为因支持民进党是对的，但是迄民进党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你搁较安怎算嘛是中华民国吼、哦。所以这一寡观念的改变无遐简单啦。尤其有个人认为讲，伊为国民党跳出来来民进党已经足够啊，民进党就是代表台湾啊，其他拢唔对、哦，这個、观念嘛唔对啦吼、哦。啊，还佫有一分钟，敢有人有啥物问题？来，哎，好，这个用专辑吼，哎，安尼袂歹哦，会当消除这个伊一直弹去，哎，一粒卵，然后一个母的讲一年生八千粒的呢，安尼弹出去，食了了嘛吼，啊，你免来种加价，免加，哦哦，安尼好 ，OK， 好，啊，无咱今仔好啦，搁一个，最后一个。一张卖偌济？贵，因为我有贵个班啦吼，啊，我上悬个是卖150,000啦。因为我第一批迄、那个，我19年前开始卖，为20,000开始卖啦，啊，佫开30,000嘛卖去啦，过年佫开，一直开一直悬啦。因为尾仔发现讲大张拢伫我手里啦。啊、所以伊若要大动，就大家拢讲爱屏东找迄个潘姓安尼。啊，所以，啊，就七年以上，上高定哩七年以上才会开。北部可能爱8-9年，因为北部纬度较悬、较冷。啊、一公尺左右啊，公尺嘛，结结安尼呢。公尺这头几百块就有啦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物以稀为贵啊，大诶少嘛。啊，即马我诶结果生介济，人甲我买去，伊搁生果，伊搁甜诶，即马着囝足济啊，吼、哦。无恁若产品即马足济啊，迄落中华产品足济，即马应该所有园艺店拢有啊，因为即二三十年啊，哦，已经满世界啊，都。台湾人就有一个大头兵啦，伊拢要拼第一名。伊来搞买拢讲判，啊，你上大张啊，伫底讲啊，差不多即3张你竞，哦，啊，伊拢要竞第一名。啊，即摆我300张，逐张拢嘛第一名出去，因为第一名出去，第二名就先开第一名对嘛。哦，啊，都在我开啊。啊，有一个栽培就来，讲偌济，讲15,000。我手也较贵个，讲你栽培就，我加上拢嘛栽培就个。无啥物稀奇，无通去臭屁嘛。啊，你住白庄，啊，恁白庄庄口嘛介真呢，嘛好无好臭屁。啊，你若甲你个白庄种一丛树葡萄，朋友来你帮我食，讲恁有种了把它生葡萄无？他就俾你，互你逼倒了呀，你就通去臭屁啊嘛。因为有普通，搞买一丛，即摆等于生万臭屁，哎，臭屁了欢喜吼，搁等下搞买4丛，有业绩上好。你唔好加落来炒，哦，加落来炒爱足久，原来时间超过，歹势，好，谢谢。
起立，立正，行礼，下课。